接下来请收看国学问答。咱即马吼，心时呼唤哦，有迄状态之分啊，是因为讲咱咧啊修行破个八百障啊，就总是爱应机。那么咧有作书呢，伊用伊所了解的方法啊来啊。来接受这个佛法，所不作供的道理。啊，即卖伊讲完，他讲完了，讲完了之后呢，那么佛陀讲的都是应机而说，那么就有深有浅啊，有急有缓，那么呢有这个。专注在自利，也专注在利他，或者说提倡利他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应机而说了。但是我们身为众生，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佛的用心用意是什么。佛呢？佛也就是从这个三十六岁成道，那么呢，这个说法，有说三十成道，说法五十年呢、这个五十年，在印度，这个主要就是在北印度恒河流域一带，那么呢，对众生的根基啊，各种根基啊，说法，他应机而说。也没有主要去建立一个什么体系，他是应机而说，但总是以佛的那个智慧，不可思议的智慧，那么应种种的机缘，说的法呢是非常的这个契以契机，但契以契机。虽然是契理契机啊，可是众生只是在他自己的那个因缘之下听到他契理契机的法，那这位也契理契机，那位也契理契机，可是我们旁边的人听起来就觉得，讲法不太一样，就好像说师父对在徒弟啊，那么有。也有那种强弱之分，也有那种亲疏之分，甚至有那种要求的强跟弱啊，这个急跟缓啊的差别，因为徒弟的根器不一样，才这样。那么像这些呢，作为当事者。这就好像说应于所任的那么应于所语那么各无其论三草二木各无其论，就是说，你这个语是同一个，但是呢，你看大草、中草、小草、大树、小树，这各个呢都得利益，那长出来的草就是草，树就是树。你得的利益是在你自己身上的利益你也不会说同样的雨啊，那么小草变大树，不会，那草还是草，树还是树是因为你受的雨，你能够领受的，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草能够领受雨的滋润。但是它最终长成，它是自己的因缘长成草。这就好像小乘人听佛法，那他就是做着小乘人；大乘听大乘，就是大乘。
可是佛法整个被记录下来，被解说、被记录、被流传，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时候不是你直接对佛了，对吧？你直接对佛，佛一看你就知道对你讲什么。现在变成是你反过来去找佛法，对。摆了一堆佛法都曾经讲过的，那你现在什么？你从哪下手啊？哦，那事情就麻烦了，对不对？当时佛在，佛替你选，你来问佛，你一样的问题来问佛，佛看你的因缘，跟你讲，哎，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教理佛法的。阿弥陀佛念佛法呢，跟天台宗怎么融合啊？他知道怎么跟你谈，你不用选择。但现在是我们只看到一群佛法，一大堆的佛法都摆在那，都是应机而说。那你要怎么下手？这就麻烦了，对不对？那有人说，那我跟老师学；有人说我跟什么宗派学，原因就出在，那就是因为他等同替佛帮你把它整理一下，让你呢去知道强弱、深浅、缓急，应机是应什么机，这个时候呢，有人面对生死，他比较恐急的。他可能就是赶快求自己的自在，那么但是呢，他对阿弥陀没有信仰，那你就让他心小身脚好了。那我们对生命生死有恐惧，那生活又不是那么样子的能够专修，佛法的道理放在心里头也不是说，不是说你马上就能够融会贯通。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可能呢，要是有因缘，你信仰大乘，那么你不想再继续这样轮回，那么你呢？今生念佛念净土法门求生极乐，这个相对把握很高啊，大概什么法门都没办法像他这样直接了当，而且没那么有效。那么这就是净土法门的发起原因呢。当时这个阿瑟世王啊，把频婆娑罗王给抓了，他爸爸要把他给杀了，但是呢又不想亲手杀掉他，所以呢让他饿死在牢狱里，那么他妈妈也就是频婆娑罗王的太太，韦提希夫人，那么呢就身上苦了命，去偷偷看他，去养他，弄得捞不死，哇，这个阿瑟世王气起来，连母亲都要杀。后来大王劝他，大臣劝他，他才算了。那么这样子呢，让他感觉到万念俱灰，人生没趣，那也想要呢，速速的能够成就，有没有这个法门？你看这个机最适合，得癌症，夫妻不和，儿女不孝，或者是自己修行懈怠，或者是不但修行懈怠，哎呀，还不把握呢这一次。下一世能够来做人，
那能做人还不把握能修行，能修行还不把握能够修得成功啊？那这样一次一次这样蹉跎，哪一次啊？遇到了什么恶缘呐？恶心遍布，那么呢昼夜相续，那就完蛋了。哦，所以懂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就跟他接近了，我们就想念佛，这就是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呢、发起的原因呢、这看起来很契机。所以哪怕你造恶，你知道那是恶的，就是觉性的作用。所以你正在念佛，你说啊，还啊，困不进去，好，他过来几点钟啊？刚刚念一个小时，怎么现在还睡不着？太丢脸了，好恐怖哦，要早点睡。医生告诉我早点睡，啊，没关系啊，躺着啊，我也躺着也好，万一能放下，当作要死掉的样子，每一天都当作要死，没戏，当作要死。那么每天都当作要死，每一次的睡觉都当作是就是临终，明天起来是别人帮你穿袜子，这样想。好了，那就要死的人，你要想什么？想什么明天？想什么去哪里？没有啊，你每天都要训练自己，就是要死了，要死你希望怎么个死法？哦，最好就是这样，登岸。那头脑清楚明白，那我说我要求生极乐啊，现在啊，右胁而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会念太快，要死的人不会念太快啊，这样，那心里都不要想说要睡觉，说要死了。那么每一次都这样练习，不想东想西，不想好想坏，都这样想。那就习惯了。那每一句佛，你还知道它就是佛性啊！我刚讲那清净的水，我滴进那个污浊的水，清诸污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三十七念怎么讲？入水一寸，则是清净一寸，一尺的清净一尺，这个就是念佛性。所以那个污浊的水是不永久。清净的水才是永久，无明是无始有终的。什么时候终？啊，对，佛号起来当下就终。你说啊，我污染很严重，千年暗世啊，亮在一时，一千年都没亮过。我今天探险人员进来，把这山洞打开，灯一打，一下就亮。千年的无明，句句佛号照亮了这个无明。临终就是这样，靠这个照亮这一刹那。哎，弥陀佛接引你。所以，天台中人念佛，一方面了知世间无常，二方面呢，他知道句句佛号呢，功德不可思议。那说那叫我念咒不也一样？一样，都是佛所说一样，都是清净法一样。都从佛性中出也一样，天台宗一切都是从实相中出，恶法也是从实相中出，这是一样，没有错。但有一个不一样，弥陀佛的功德愿力相应不一样。哪怕是往生咒，它也是一大段。他跟他的本愿固然不能够说相不相应，固然说念阿弥陀佛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往生咒也可以往生啊，就是净业障求生净土陀罗尼嘛，啊，是没有错的，也可以。不过临终的人最直接让你那个提正念最快，那就是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有方便上的不同。再来呢，有本愿感应的直接与间接上的不同。念往生咒，它是
尽一切业障，求生净土，这是在要尽业障。那么念阿弥陀佛是直接应阿弥陀佛的本愿，说若人欲生我国，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怎不取正觉？只称念我名，十念。所以佛陀的咒语这么多，法门这么多，都是从自心中出，没有错。但是呢，与阿弥陀佛的本愿接引，本愿相应，那只是用这个符号。为什么用符号？你说阿弥陀本愿，他立这个愿是怎么样？那你要进一步再问他，他为什么立这个愿？因为民以昭德，道德的德。因为这个名就无量功德，阿弥陀佛利益众生的功德啊，可以成就无边啊，断生死。一般人断生死要多少功德就断生死？那现在我就一句佛号，让你意念阿弥陀佛，那就往生极乐。那这个就是用名，这句那就不是得到同样的效果吗？那你要了生死成佛，自在度众生，用这么多无边功德，那现在就让你往生极乐，它也成就这么多无边功德，那不就是这句佛号的具有无边功德的利益吗？那这个利益在因地当中，它就为了成就极乐世界，它种种的修行，为利益众生而准备好。那么往生的关键就是称名声乐，称那个名，那住在这个乐上，住那个乐，我升起这个乐，那不动摇，不动摇就是一心不乱，就不乱就是不动摇。我就这一心一个乐，没别的了，就是一心啊，不动摇，我就是不乱，所以一心不乱就是。正愿不动，两个对的，一个正愿维持一愿，无有二愿，就是这个愿。那你平常就是用这个清净的心念这句佛号，然后让自己呢念起念落生灭之间都是强固这念愿心，这念愿心强固不动，就是一心，不被呢眼前的染碍。我们还凡夫啊，就是求往圣人，大部分凡夫，圣人还好了，圣人还好，都是凡夫啊。那那凡夫呢？有这些世俗贪爱，现在我就是这个正愿，好。夫妻、金钱、财富呢？对道场建设等等啊，一口气在的时候啊，努力就好。一口气不来啊，麻烦你们了啊，我先走了啊，你们多辛苦啊，我现在要自在，我要上车了，阿弥陀车已经来了啊，你们再帮我助念，我是谢谢你，同时也跟你们讲说。抱歉啊，我先去享受了啊，那你们再受苦一下。是要往生的人很爽，很高兴，很自在。那么助念的人很羡慕哦，为什么等在那不是我？要这样想才对。现在很多人傻的，哎呀，那戏啊，那个照做念呢，好像他变可怜者，其实不对的。是躺在那里的人是大家羡慕哦，就赞你，你别赞啊。问到赶紧找一样，艰苦也是问的，是利益也是利，还把我希望我得的啊，找一样，我给你拿。这样倒过来想，就自在想，这就是自在。所以这个愿呢，常常现前。天台宗就是告诉你，这个愿也从心出。那么句句佛号呢，就带着这个愿，正愿现前，能念之心，即是所念之佛。正念佛时，即是佛性现前。佛性现前，
那当然佛性即能现前，何况正愿，正愿当然现前。啊，为什么说佛性现前我还要正愿呢？是怎样呢？因为他的现前是不稳固的，我一句句佛号起来他才能现前，所以还不稳固。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让我的正愿还要求得往生，啊，我才真正稳固。但是即便是不稳固，他在生灭之间呢，啊，都是佛性的作用。然而佛性不是不生不灭吗？那么怎么会怎么不稳固呢？啊，是不生不灭啊，可是你笃念不是，你的习性重，业障重，他在那儿你不认得，就好像鱼在水不认得水，不是没水啊，不是你没佛性，是你不认得。那不认得是我到极乐世界去认得他，但虽然是不认得，但鱼终究在水里啊，对吧？对，不认得水，但鱼还是受用水啊，需要记得注意啊，对不对？所以我正念佛时，那个佛号即是正念佛性，也是正因佛，也是正因了因缘因的这个三因佛性的显现。你正知这句佛号与诸佛无二无别，这是正因。念佛的听清楚楚，对，这是这是原因佛性。那么呢，念佛的时候呢，因为听得清楚，那么一切烦恼呢，这是不现前，这是了因的佛性的作用，佛性的作用，三因佛性都在起作用。那么它一直在起作用，就在呼唤你内在的觉性，所以念佛念得好会开悟。但是念佛只是说不是求开悟，但他还是会开悟，不求还是会得。所以你就不要急，也不要缓啊，不要弄得喉咙破掉，那共修另外一回事啊，打佛机另外一回事。你平常念佛不急不缓，随顺呼吸。阿弥陀佛，心里明白这念佛性，三因佛性现前啊，能念佛的这是所念之佛，能念之心是所念之佛。那么这样在念佛，句句佛号重如泰山，不是轻飘飘，就得利益，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呢，平常就这样练习，每一次晚上睡觉也要这样练习。那无言，我们就无言了。每天一定要，那最起码3000-5000不能少。我昨天才听人家讲，要参加那个承天禅寺的这个七月普渡嘛，一个月前要去报名，一个月以前，一个月以内就没有了。报名了，领了什么呢？领了那个功课表，你才同时能够写那个牌位。那功课表是什么呢？一天至少念佛5000声，念到你结束那天就一个月，一个月结束了，每天都要5000哦，你才能来回向。然后呢，这个参加法会。啊，你要骗三宝，你家的事自己骗。你敢领，就是表示你同意。你看看，拔剑人家也要自己用功啊。啊，你平常你不5000声，你看他还要求5000声啊。我今天早上最慈悲的，都要求5000。我再想一想，哎，现在又不要求行，目标好歹要5000。啊。所以你就这样念啊，这个5000都知道是佛性起作用，嚯啊，那个力量就大了啊！你念那怎么样让佛性起作用？就专心没有旁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拿来念珠，每10句记一下，你不记也没关系，就靠时间也可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大概念5分钟、10分钟，或者那个300声。
1000升的这样就够，1000升不用了，大概那个300升，1/10这样就够啊，这样啊，那就剩下那样。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头前讲南无阿弥陀佛，表示恭敬的。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念。哦，一百遍不要紧啊，你干嘛会忝啊？你就该专心阿弥陀，阿弥陀念。啊，这你还想，这就是为清净心念出来哦。啊，清净心念出来，当然过这烦恼心入来啊。专心听，专心念，专心记。哎，每天搞好念5000声。坚持一个月的养成习惯，你就成就了。天台宗跟净土宗就这样子啊。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 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清明孝亲报恩法会，4月1日星期六上午9点，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恭请广护法师主法。4月2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30系念超度暨蒙山施食，恭请慧公法师主法，法务指导法师领众。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弘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纪念释迦牟尼佛圣诞浴佛节暨庆祝母亲节，举办感恩惜灾祈福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5月14日星期日上午8点半，戒杀茹素护生点灯供水暨蔬食飨宴。法会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至86-4。洽询电话：南投分会0492561311，0492561311；草屯分会0492315999，049231599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弘沾法义，共沐佛恩。